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这边开始修路，等我一会看一看我们这边是怎么修的。前面罐车正在拉这个混凝土，正在铺路，现终于实现了村中村工程，马上就要修到这边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正在我的后方，在倒混凝土，马上一会就到了这边了。这个是刚才这车已经卸完了，开始回去了，再接着过来拉那个混凝土。那边还有一车，马上也拉过来。